终于千山万水抵达向导的饭店，这是在 Crown Proud Beach 上面的 Crown Proud Resort， 然后是四星的饭店。现在来开箱饭店房间，看一下，房间设备看起来比较旧，但是该有的都有。然后一床，还有我的小菊。然后看一下，还有一个大露台，外面就可以看到沙滩。这么美，其实可以直接躺在沙滩上都不要出去也可以。然后饭店里面还有餐厅，还有一些活动，所以很 chill， 大家一定要来哦。